禀报不不会山顶铁马桥下留恋千年好一袅袅之盖今来樱花深谷受赞七祖宝台你无可成其美予以其美与你看守东门家门下赴铁子王好五百年前，皇叔
狼。小县不包，我家在望长见神怒去了，远远望见再望来年。Thank you.
么样了？道路比宽，请求师傅大路。哎，请师傅走。请师傅。罢了，请师傅。道路大坎怎么样了？道路以外，师傅站住路。好，沙僧带马。好。请风三米。
解锁。是。有什么关系的？哪一个？是我。是子居生，知府何事？贫僧唐三藏，西天取经路过此地，借送你小民一道去。稍后，有请元帅。又有何事啊？有一师父求见。什么求见？员外去矣。哦，员外。哦，师父请。所以我你要问
我们要将八戒唤出，前去降妖。吃饱了，走啊走走啊！哎，干什么去？自己出了金钱豹彪唤，如果吃了人家的干饭，要替人家降妖啊！降妖啊！正是，还降妖呢？上次在火焰山烧着你油屁股无毛，还降妖呢？要去你去，我不去。哎，这里有我，有你我也不去。去就去，不去不去。呸！啊！别别别！打完了还去不去？打完了你不？还叫你降妖？嗨，我这不贱骨头吗？那么怎么去呢？经过丫鬟小姐不呀？啊，他们长得什么样啊？好的一声，哎，要你一句话，要是不合适，丫鬟丫鬟叫进去，请稍待丫鬟。哎，那我再好好的瞧瞧。来。儿啊，进不了师傅，哎呀，哎，看看这，瞧见了，你这哪一步？猴哥，我瞧着小丫鬟长得挺好看的，干脆我变个小丫鬟。哎呀呀，今天到玉娘洞房亲吃你的丫头。哎呀，那干脆我变小姐得了。小姐，闪开了。猴哥，你
小道见钱宝啊，见钱宝，官叫你定枪我一朵，这案件做冤案，王家远游，将门接着你。下回朝雪，谁人不知？
哎呀，我的妈呀！好，哎呀，那金钱豹他太厉害了，吓出我三中宝来。啊，三中宝来！哎呀，碎屎屁！哎呀，哎，还有师傅金刚马出去，好歹俺老朱助你一棒之力。带我做来好红事了，你在红梅山铁板桥下，带我赶上人家